영수증. 可以 YouTube 可以上传啊，上传到麦，可以，是。本来拍是随便拍拍，就哎，发点业有人看的哈，就有啦，有人有欣赏就好了。因为我以前拍照片，因为我认识的人都是拍那个，有去西藏啊，去南疆北疆拍的，所以我跟他们学，我的同学，大润发的老板。 其中一个股东啊，大老板，我的同学，我都同学，他叫我跟他去北疆西藏，我说我都不太会拍，我都进不去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哎，既然拍不行，用录的算了。对啊。要不然相机买基本款的呀，只是像培养兴趣呢。那我就想到啊，那就用录的算了，我也不用花时间，用电脑自己上传呀。要不然照片都要用软体去用呢，我没有空。 我早上两三点跟我们坐车去南方澳去哪里，回来还要上班了，哪有办法在弄那边？到时候就过劳死了。我就想说啊，算了，用电脑帮我用传一传就好了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，不玩了，那样我没办法。退休可以玩，还没退休啊，还是要。 各位，来参加的小伙伴们，现在各位，你在进行中，请您准备好。